消防员利用天秤救人，多架消防同救护车戒备。事发喺长沙华兴华街西同深旺道交界一个属于港铁广深港高铁地盘，地盘钻挖隧道突然塌泥，三名工人被困，由消防员救出，其中一人受伤送院治理。警方将事件列为工业意外处理。建造业总工会代表亦有到场了解。香港丰频电视记者许俊杰报道。